干啥去，儿子？我要离家出走，你都不爱我了。哪有爸爸不爱儿子的呀？那好，我问你三个问题，如果你都答对了，我就不走。行，那你问吧。我什么时候出生的？2017年9月13号。那我最爱吃什么呢？你对我太好了，你送给我分呢，是不是？你最爱吃肉，谁不知道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的亲生父亲是谁？妈个巴子的，你爸是谁？他妈还用问？那我呗。错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拜拜。三万，饿了？等会儿啊，爸爸给你做饭呢。啊，再等一会儿啊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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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万，放下，放下，好了，等会儿了啊。